胡杏儿一家三口日前前往马尔代夫度假，身穿白色衣服的胡杏儿面容和身形明显比以前胖了，上围更丰满以及腹部微隆，但精神不错。细心的网友指出其小腹微隆，体态丰腴，且自拍避免正面，只露腿，加之其早前一胎也是在马尔代夫公布喜讯，让人不免怀疑这是二胎好事将近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